较紧张。有人吗？林哥，裴叔叔，来来救我吧。船上不是标的是？我跟我解释，解释是没有用的，直接被拆穿了，去救晨儿哥。不是这样。哎呀，信任崩塌，真跑了，姐，别拍了。不对呀，那真最真实的选择就是卑鄙。对，是的。就说内心当中，你最想救的人居然不是我。不是啊，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重要吗？对呀，是真的不重要啊。